大家好，我是挑嘴拿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自制爆蛋煎饺，旁边再搭配我们自己煮的辛拉面，还加了 cheese 片跟猪肉。我们开动吧。好了，影片就到这边。那今天自制的爆蛋煎饺非常的简单，每个人在家其实都可以做。还有旁边这碗辛拉面啊，个人也是蛮推荐的一碗，它辣度其实刚刚好，不会像火鸡面那么辣。简单的一碗就可以解决你一餐的啦。以上喜欢我影片的朋友，记得帮我追踪加订阅，还有我的脸书跟 IG 也要帮我追踪哦。拜拜。